康养护理服儿喜，周全服务暖人心。6月29日，新泽西1302 Laurel Oak Road 福儿喜护理和康复中心在室外举行 Community Health Fair 社区健康博览会活动，活动得到了相关政府工作部门和参展商们的支持，以及各社区居民们的热情参与。此次博览会形式多样，有专业的护士为到场的老人和居民们免费体检，进行血糖筛查和血压筛查，并就检测结果耐心解答相关问题。有福儿喜中心和快餐车精心准备的可口食物提供给有餐票的宾客们使用，有博览会设置的按摩和香薰区域供参会者体验等。除此，当地州和县官员在 Ashland Care and Rehab Center 的社区健康博览会上举行了颁奖典礼，给有贡献的人，以感谢他们为梯队中心和整个社区所做的辛勤工作和奉献。福尔喜护理和康复中心是派拉蒙护理中心12家分公司中的其中一家，以康复和护理为一体，被联邦政府医疗保险中心评定为5星，以服务老年人为主导，以护理、康复、养老、临终关怀、24小时全职照顾因病失能老人为特色的康养中心。福尔喜中心接受退伍军人医疗福利、联邦医疗保险、医疗补助以及等待医疗补助申请等。福尔喜中心交通便利，20分钟车程即可抵达费城华埠。中心拥有240个床位，内设华人专区，配备多名华语各地方言翻译，满足华人居民语言沟通需求。在饮食方面，有中国厨师烹调中式菜肴，为专区华人供餐。福尔喜中心除了为入住的家人们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和物理康复治疗之外，日常生活提供打麻将、牌类游戏、手工制作、庭院园艺等适合家人们的休闲活动，丰富了家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为家人们提供快乐、温馨、健康的幸福家园。Hi, my name is Brian Davis. I am the administrator at Echelon Care and Rehab. We have a Chinese community here that caters to Chinese residents. We offer short-term and long-term stay as well as respite stay. Our community has interpreters that can interpret for the residents. We have Chinese channels on our TVs. We have a full Chinese menu to cater to all their dietetic needs. We have a full house staff that can fully take care of your loved one that's in need of either short-term rehab stay, long-term stay, or respite stay. So if you know anybody or your loved one is in need of this service, you can reach out to Grace Kang, the director of our Chinese community, who can give you all the details on this amazing program that we have here. Thank you. 大家好，我是Grace Wu Kong， 我是胡慧霞，我是福尔喜康复中心及护理中心的华人部门主任。我们今天有个社区卫生健康展览会，很多政府人员和警察和Councilwoman Hurley 来这里支持我们，同时我们有很多华人社区领袖都有来参加。我们現在有11個翻譯員，他們可以講廣東話、英文和國語、福州話、越南話、潮州話。同時我們有很多華人活動，我們這裡的服務員是很有愛心和耐心，我們的老人家在這裡很幸福和很開心。如果你們有什麼需要，請你聯絡我215-982-0076，和我公司電話是6096824509。多謝大家。